好，闸门打开啊，没有马匹慢闸，所有的马匹第一时间弹闸而出。我们看到是六号马快乐多啊，他从外栏快速的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位置，来到了领带啊。我们是其实是黄世浩来排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位，然后是四号马特别有才，位于内栏的是七号马战火勋章，然后是二号马无敌之火，最后面呢两个马身之隔的呢就是八号马悄然升级，他旁边的呢就是黄色彩帽的飞燕游龙，那么暂时殿后的呢是五号马荒野猎人，那么现在领带的呢就是六号马快乐多啊，这匹马呢是戏剧泰斗的儿子，已经领先了一个马身，然后在他旁边的呢是四号马特别有才，后面的马也已经开始往上追赶了，往上追的呢我们有看到单兵战神，还有贵宾门票，以及就是红色彩帽的无敌之火，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弯转直的直线冲刺，最后的350米率先出弯的依旧是六号马快乐多，还有就是特别有才，后面的马匹已经开始在追赶了，但是呢我们看一看这场比赛是否其他的马匹还有机会，现在领先在前的呢变成四号马特别有才，已经领先了大概两个马身，这个时候单兵战神丘吉尔的孩子已经上来了，但是四号马特别有才一路往前冲，一往无前，一直追赶，四号马是特别有才率先冲过了比赛的终点，然后是一号马单兵战神和六号马快乐多以及